每一天，在繁忙的社会，许许多多的人渐渐地活在紧张的生活环境，无形中的压力也渐渐地渗透了我们健康的生活当中。即使每一天最重要的早餐，也只是为了充饥而使用，甚至更重要的饮料，也只不过为了环境的选择性而饮用。从生活导致以生存为主，您的身体不断地为您工作，可是你又有让您的身体做出正确的补充吗？在24小时的生活环境之下，许多方便以及先进的设备也不停地夺走我们身体重要的水分。即使在休息时间，我们为了提神也饮用了许多不恰当的补充饮料，甚至我们也暴露在不健康的应酬环境之下。可是您有想过吗？当您的身体亮起了红灯的那一刻，同时也缩短了您的健康，让您也不能再走更遥远的路。您知道吗？我们人体细胞其实也能做出排毒的功能，只要不停地供应给身体容易吸收的低频率滋阴水，就能协助体内细胞容易的吸收，以无时无刻的作为排毒的功效。目前由 BioPerfect System 所引发的细胞滋阴水仪器，能够将您家的过滤水改良为低频率细胞滋阴水，让您一家人的身体无时无刻的享用到正确的水分补充，也能长期的带给您一家人健康的生活环境，远离疾病的困扰。其实健康可以很简单，就从一杯您需要的水开始吧。 BioPerfect System 永远带给您与家人健康的保证。